他选择住在这边了，你有找人家房东说吗？啊？什么？没地方住吗？还干嘛？那你怎么找到这一间的？我看到门。就你就从楼下自己溜上来，每个地方看一下。对。然后看到这边门开着。对对。那门开着又不是你租的，你就直接住了。橘子、苹果，就那些人家买来的水果，你也给人家偷回去吃了是吗？